进来吧。咱先说好啊，我给你修完热水器，我立马就走啊。怎么这么快来我家？怕？我问心无愧，我怕什么？那要是我问心有愧呢？你问心有愧，那修好了，我走了。哎，等会儿，我得试试好没好呀？要是没修好怎么办？那我在这干嘛？我在这干等着呀，这太无聊了吧？好了，我等着。哎，怎么了？你没有修好，这有什么不凉的？凉了？不可能啊！我去看。哎，我说没修好就是没修好，你快把衣服给我拿过来。哦，衣服给。怎么了？那有点冷，头有点疼，你帮我端点水吧。行，快不感冒了吧？水我给你拿来了，放这儿了。你待会儿起来赶紧喝上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你忍心我一个人在家吗？我现在特别难受，我浑身发冷。冷？会不会发烧了吧？这没事啊，我去给买药，等我一会儿。你人就不要去了呗，正好是想去快要给手机上的叮当快药好了。叮当快药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叮当快药办的圣诞挑战赛，现在点击视频下方拍同款就能参与全民任务挑战赛，发分现金大奖，同时进入挑战赛页面还可以参与圣诞祝福小游戏，抢千元护肤套盒。那我等你叮当小哥来了我就走啊。哎呦，我头疼，要不然今晚上你留下来陪我。那我这也没睡衣啊。那我拖鞋也没有啊。你都准备好了？那我去个洗手间总可以吧？那你快点回来呀。哦，没修好，到底哪里出问题了？太多了，我明白了。完了，千总这是有计划不让我走，不行，我得赶紧打个电话找人过来求助。哥，你快来救我，我出大事了。怎么了？慢慢说。哎，想咋了吗？你人走的谁？不是，这么帅啊！我操，开会迟到了。坐牢会等我。完了，迟到了，我也迟到了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没事，你先去办公室，我去找你。嘿，怎么回事？你也迟到了？关你什么事？嘿，关我什么事儿？我看你挺面生的，小姑娘新来的吧？啊？你说你一新来的，第一天就迟到了，来了办公室不好好反省，还在这嗑瓜子儿，太不像话，很不像话了。谁啊？话这么多。我谁？我告诉你我是谁，我是咱们公司的优秀员工李快乐。你就是李快乐啊？也不怎么样。哎，怎么说话呢？论资历你得喊我声前辈，你再没大没小，小心我告诉千总，你知道吗？你去啊，我就是这样，他也不会多说我。嘿，你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。你千总，你终于来了，快看新来的第一天刚来就坐你座位，简直！姐，他欺负我。姐，哎，你怎么不早说她是你妹妹啊？我还给人劈头盖脸一顿说。没事，她脸皮厚，不用管她。那她突然来公司干嘛？这不快圣诞节了吗？我们一个来看看。你吃吗？我不吃，这个吃多不得上火啊？上什么火呀？这可是恰恰葵蒸瓜子。俗话说，贵客到，上葵蒸。我们送的瓜子包装精美，味道香醇，可是送来的好东西呢。一会儿你回去给阿姨带两。也行，我现在带来喝回去。哎，你知道这个怎么吃吗？这瓜子还能怎么吃？瓜子不就拿起来放嘴巴里，这还能怎么吃吗？这个拿起来放嘴巴。啊！这他妈不更上火吗？